应该是晕倒了。不可能，土著人的身体比咱们男人还壮实呢，哪儿那么容易晕倒？他是一天一夜没吃东西，晕倒正常。算了，我来吧。别跑！都一个人吃亏了。别动！跟你说了，他身体壮着呢，根本就不可能晕倒。让你别相信他，你非不听啊！怎么样，差点让他跑了吧？非要当东郭先生，差点养一头中山狼。哎，我说你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？哎，我说菜头，你得小心点啊，小心腥没吃到，再让他毒死你。陈宝，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长嘴巴不说话，那不就浪费了吗？你说是不是？废话真多。再说，把嘴给你缝上。哼，老子不仅要说，还要动手呢，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文武双全。行了，你俩让我歇会儿。别动。哎呀，菜头，看不出来你还挺纯情的呀，不就干了点爷们儿都想干的事儿吗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放心，我会告诉你那个准媳妇儿的。赶紧把手拿开。哎，菜头，说说刚才在洞里什么感觉呀？听说野人山的女人都很热情，不如你把她收了算了。陈宝，我说你来这儿到底是干嘛的呀？是来当兵打仗的，还是耍流氓啊？呦，看你还急了，护上了。成，它是你的，我不动还不行吗？去。你们还有水吗？我这没了。嗯，茶包，你玩我呢？一滴都没有了。哎，你这一路去哪啦？爷。啊，爷。你想喝水是不是？一滴都没了，你自己看，一滴都没了。哎，耶，咕。他不会想带我们去找水吧？水，哗啦哗啦，灌进去，灌进去啊！咕噜咕噜咕噜，应该是这意思。哎呀，他怎么会有那么好心啊？啊？那就走吧，去看看。Thank you.
如果说现在突然蹦出来个山精树怪什么的，我都不奇怪。这玩意儿也能吃？哎，水呢？耶耶耶耶耶，水在哪儿？还真有水啊！你先喝。你有没有觉得这水特别甜？这水有毒。你也真虚无，那边没毛病，偏偏还真虚无。看那阿弟家这边了，你都把张兄阿弟了，你多个，顾不了会搞怪的。